喝个长命丸。哎，哦，还不能，要等一阵才能喝。去吃个寿司，正好老板说有新的尾鱼来了。嗯，为什么店内吵吵闹闹的？哎呀，欢迎客人，客人啊，你好。正好今买那个尾鱼的解体结束了。原来如此，就是所以才这么吵闹啊。嗯，啊，这个是刚刚解体的新鲜的尾鱼做的料理哦。哼哼，那来的正好呢。客人真不错的嗅觉哦。那么请等等吧，让你吃吃看好吃的尾鱼。这么新鲜尾鱼像升天一样，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尾鱼呢？他说：“真是好吃呢。”这打广告打得有够大的，结果我血没有回啊！我吃了尾鱼，我的血怎么没有回？这什么毛病啊？这游戏。好了，去打那个长门吧。哦，不是亚门，不是长门，打长门干什么？真是的，打亚门。哎，马提奥档案。哎 ，TS 016917啊，晚安，晚安。玩，那梦龙碎居然要20个龙屁屁的，哎，帅哥王你好，我们先用终极打打看吧。长门卡哇伊哟，长门。我不知道火影长门有没有长，我根本不知道火影忍者长门是谁。火影忍者我只看过一点点。我对火影忍者，对啊，20个东西。我对火影忍者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什么啊？一个女忍者叫红，是不是？她老公是什么阿兹玛吗？还是叫什么的阿斯玛死掉那个？我有点忘记了，是叫红是不是？我觉得那个女忍者好像不错的样子。我对成员人只有她的印象，打百人斩就行了吧？我算了吧，打赢再说了。没有啦，我们还是要破关啊，我们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这个东西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有点可，我本来当初是想说可以拿着那个梦龙碎破关的，现在想一想也不可能了，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差。我觉得好像这样讲，我觉得他这一代把梦龙碎弄得太难拿了，其实没什么意义。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难，我觉得你就打完亚门就给我就好啦，何必呢？真田地长门明明就是 A， 有什么 C？ 他每次打一次都要开一次这个动画，有够长的。哎，靠北，你怎么空手啦？我不是拿啊，我的黄金枪啦，为什么你空手开场？我刚不是拿着枪进来吗？干还跳舞，跳你妹啊！
我有什么毛病没有？嗑药，嗑药，还是先吃个药好了。 什么高级就不能哈美他了吗？这游戏有什么 bug？ 它会不会太厚啊？ 是我错觉吗？亚门怎么硬的跟拔蜡一样啊！哈哈，吃土吧！我看人血在喷了。 不好凹了吧？因为他们血太多了，以前你的血不会这么多，不会多成这样。哈哈，我看你血啊，你快死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加塞啊！瓜干了，我居然会输，怎么可能？ 呵呵，看来你只是说说罢了，承认吧，我不认输。斋藤一，这个奇耻大辱，我必定会，我必定会报的。哦，手好酸，要超酸的。真田地，没事吧？啊，你怪我喽，你现在是怪我喽。啊，就是说没什么大伤，只是我积蓄的体力跟武术的知识都已经消失了，那把妖刀看起来是真的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身体没办法跟你决斗了，请抱歉，别担心，你自己处理吧。就是说，但是啊，斋藤失去了力量，我还是不会丧失武道的精神的。跟你交剑的时候，我已经达到那个境地了，我会就会成为集武道之极的。哼，亚梅一定会再跟我挑战的，我会帮你复仇的。你这么说我就很高兴了，谢谢你。我知道他再打一次啊。 累死我了！我靠，下雨了，居然下雨了！啊，搞定啊！然后，哎，我要什么时候他才会跟我再跟我提出决斗要求？啊，我先去吃那个长命丸，去吃长命丸，再买一堆药。我人打不赢你，我吃一堆药总打得赢你了吧？ 打不了开初级哈美他什么了不起？啊，是在考验我手的耐久度好吗？这游戏也没有连发功能，手也会酸的。 重点是我觉得亚门很硬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硬什么的，超级硬的，跟拔蜡一样硬，有够夸张的。应该是都减一半吧，他应该不会让你死，不会啦，不会死在剧情里，太靠背啦，没有那么智障的啦。只是我觉得亚门太硬了，那黄金打下去跟没损血一样。
伊拉塞。我觉得这我就很不喜欢这次刷素材的方式啊，我觉得太烦了。对，是吗？是吗？真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呢。来吧，这就是新的长命丸啊！我用了新的材料啊，改变喽，喝吧。怎么样？哦，力量，身体好热，有一股，我觉得身体在动了。这次是真的了，力量来了。嚯、哦，这次总算啊，不值。哎，不行啊，身体还是累了。看来还是错，下次再努力吧。人生没有绝对成功的啦啊。那不过其实就是，如果你没有硬要全都做就还好，因为其实你大概几把强的东西弄出来，其实黄金枪也不一定要啊。我觉得你弄出 Model 14其实就已经够猛了。Model 14，然后加随便一把终极的剑，就是最高位的剑，其实就已经无敌了啦。那你除非你说打那种就是达人级，或者是打一些特别的，不然其实真的没什么必要弄到最，只是爽度问题啦。就是当玩这游戏还会想说，还是要把东西都拿齐啊，就是最强刀不用怎么行呢？这种感觉吧。就像是很多 RPG 不用99级也可以过关，可是你还是会把它超满了。所以真田地现在再回去打就是打真田地咯，还是继续打亚门。可是真田地不是说他已经没力了吗？我们还会去打他，太残忍了吧。真田地明明力量都被吸干了，然后同生你还去欺负人家，你这样对吗？哎呀，比较大一个问题是我的短枪之行其实没有练起来，对，因为短枪太告白，其实短枪后面几个我都没练起来，这算是比较大的缺点。如果把短枪弄起来，然后把炎龙之行弄起来，会很好打啦。但是我现在就算，哎，水姐午安，嘛，不过哎算了，哎，不然我就用我的单刀跟他一决胜负吧。哎，亚门吃不吃晕眩啊？虽然我觉得应该是不吃啊。蓝玉可以在斗技场买啊，30颗啦，30颗，我记得是30颗。斋藤有一个决斗状，果然来了，确实就是那个把那个豪杰真田地无力化的暗杀者队吧？要把他招入到三番队里呢？不，要不要叫三番队来呢？不，我一个人去吧。哎，我不是怀疑斋藤你的剑术，但是一个人的话太危险啊！我知道很危险，但是这是跟他的一对一的决斗。啊，我必须要帮真田地报仇，而且我总觉得我跟那个亚门有着不可思议的因果关系呢，所以一对一才能知道实力的差别，就是才能知道什么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他说晚上在清水舞台等你，去吧。可是一个8000呢、欸，你20个也要多少来的？20个也要160000呢、欸，你最多一场也就刷3000，如果不打百人的话，你最多5个人一场也就3000，3000你也要刷个50场吧。妈也是有够累的，我怎么记得是30颗？是20颗吗？那我记错了，我印象是30颗啦。除了斗技场，还有那个什么可以刷？那个迷宫啊，就是那个地城可以有蓝玉啊，可是那个几率太少了、啊。我觉得若是我，还宁可刷斗技场，比较稳。再喝个长命丸吧。这是又是数段计划的长命丸了，来吧。好，是吗？真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，每次都这一句，你们换个台词好不好？好了，这就是新的长命丸。没有很早啊，还好啦。怎么样？哦，身体好热，一定不行啊。哦，啊不是啊，啊不行不行，啊，
又失败了，下次还会再成功的。看这老头笑屁呀、啊，快被你害死了！外面雨下好大哦。我不知道、欸，我猜是全部回到最大值吧。我猜是全部恢复最大值，但是我不知道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おほ。どうも。让你短命的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让你短命的药，试做版，我去长命丸。要经过，要不断的改良，改良到最后才能用。这次大概没问题了，要试试看这完成的长命丸吗？是吗？现在我就要你在我眼前，我可以看到历史改变的瞬间了。吼吼，长命丸靠杯啊！那来吧，试试看新的长命丸吧，这是最新的哦，相信我吧，来。怎么样？哇、哦，身体好猛啊！哦，然后力量从身体的深处力量浮现了，完成啦，长命丸完成啦！怎么了？突然就晕眩了？没事吧？还没奇怪的，这倒没有。不过真的有不得了，力量从体内涌出来，不过虚脱感倒是满满的。这次也失败了呢。哎，再一次吧，拜托你了。拜托你相信我吧，下一次就最后喽。是的，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DS2， 你说在台湾吗？还是在哪里？我看我已经快死了，看你这个废物老头儿，我再出去遇到人我就要升天了。哎、欸，安安 ，Z09466 啊，35802 8802，快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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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、哦！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虐呢？为什么要虐待自己呢？真想那么多好玩的游戏，为什么要玩 DS2 呢？哦，香港哦，香港应该很好买吧？有那么难买吗？不然也有线上版吧，不然就买，应该有线上版吧，不然买线上版吧，买线上版啦 ，PSN 应该有线上版了。いらっしゃい。相信路边卖假药的他，我要再相信你一次，喝吧。这次是最后了 ，Come on， 没关系，这次不会失败的啊。这次是我泪水与泪的结晶，长命丸是从你身上无数的牺牲得到的，你的牺牲不会白费的。怎么样 ？DS2 哦，不会吧？当然，如果你们有人要提供骗子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不过暂时是不会。哦，有精神了啊！很有精神啊！居然就只有这种反应，看来是失败了吧？应该还有更大的反应就是了。虽然你这么说，但是这很好啊，让人有精神的药很成功啊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真的是人生最高杰作，长命丸完成了呢。太好了，啊，多亏了你的福，那么这个药就可以救了很多人喽。啊，从心底感谢你啊，请收下吧，长命丸。啊，以后我们就会用良心的价格啊卖长命丸给你的。是他所谓的良心价格是多少钱来的？我看他长命丸可以干嘛？啊？失败为成功之母，然后完全没有血哦，可以回复体部全部体力，可是不能回那个啊。8000文一定，8000文，这根本下流！你这个就叫做。那个什么是吧？
你这个就叫做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良心驾驶吧。好了，给你买了。哦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六点，我今天晚上五点多出门的时候，宇哥还在玩，我回来应该已经关了，我回来早就已经关了。好了，去打那个吧，安安 ，DN23154033。不过其实说实话啦，黑暗灵魂我会比较想玩那个什么版本的，那个电脑版的，因为好像听说 PS3 版的那个读取不是很那个就对了，读取不是很好就对了，据说啦，所以我可能会玩那个电脑版，会比较想，那电脑跑不跑动是一回事啦，那但是如果说听说读取不是很漂亮，而且搞不好电脑版可以装一些 MUD 之类的。骂归骂，还是买了。看这没有九头龙闪的，你以为他是绯村剑心吗？这就是 N 啊！哎，这不是那个倒地上的废物吗？我都忘记他了。给他一个长命丸好了，算了，给你一个万能丹。片子南方公园我会玩完啊，等我这片结束之后我就会玩完。看你们这些人是怎样，你们这些人是只是血特多是吧？给你个长命丸，看可以补你多少。没有，我要打，我打完亚门就要那个，我打完亚门就跑主线了。你可以先去买，应该没有那么快。我打亚门应该还要再20分钟吧，至少。别在岛一样的地方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又救了我，我稍微休息一下。不行，头好痛，想不出来。又是这样吗？奇怪了，为什么我又会在同样的地方跌倒了呢？对，昏倒了呢？你旁边有香蕉皮啊，香蕉皮，旁边有香蕉皮啊。但是谜越来越深了呢，太可怕了。这次要不是被你救了，就糟了，真是谢礼。嗨，是的啊，头痛，休息一下就好，请小心哦。没有，我重点不是骂的啊，我那骂的不是难易度，我想要就像好看的妹子啊，我的重点就是希望那个 Dark Souls 妹子可以很好看啊，就有美少女啊，就觉得很好玩。挑战亚门吧，来吧，你小王八蛋，来吧，亚门。可以掉整条 HP， 我也这样讲。来啦 ，Kiraga， 赛斗哈基妹，一样。サカモト六嘛，哦，连亚门都知道你是版本龙马了。なぜその名前を？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已经彻底的调查你一遍，你的个性和流派，还有在哪住，还有跟谁好之类的。你们两个，你根本喜欢他吧？根本表示其实我很爱你吧？啊，说真的，那只要抓住人质就可以很容易打赢你了。但是这样就失去了我的自尊，我要正面跟你决战。然后这是保护我们一族的利，没有其他办法了。我了解了，看来你背负的东西跟我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言语了。我 Skyrim 已经砍了啊，不然我要重弄一次了。我 Skyrim 已经砍了，大红安，有趣的男人在这边杀了你太可惜了。但是可惜归可惜，我现在要赌上我们一族的自尊，跟你一决胜负，在清水的舞台化为灰尘吧，萨卡莫多里奥嘛。我的哦，哇，他这把刀是我的黄金枪呐！看我的飞龙腿！
亚公都快升天了，这三小。只好看我的葫芦了。我觉得他好硬哦，他太硬了吧？他这根本不会损血啊！但是太硬了吧，打就好像跟不会痛一样。干不行，羞辱我！什么叫一时的初级？出你妹！身为一个亚门，学扁别的流派也是很合理的。妈，我打也不会痛哎、欸。哎呀，鸣人！太硬了吧？看这比拔蜡还硬哎、欸！靠背啊！一条啊！算了，好初级好了，啊，真的来，还要初级初级，看这太无耻了吧！重点是打不痛啊，重点是打不痛、啊，他太硬了，所以说他没有很硬也就算了，敢吃我的黄金枪了，看还是很硬啊。哇、哦，痛了，干还是很痛啊！以前的亚门也很强，可是没有那么没有这么硬，这么夸张。以前亚门没有这么硬啊，你打还是很痛的。水户天狗流，哇！